猎人呢，不应该是沦为啊警察求绩效的一个猎物，特别是我们圣诞节、元旦啊，这个是我们原住民的过年。立委孔文吉向警政署喊话，要求依照原基法尊重原住民人权。2014年底，先后传出猎人遭逮捕事件，从去年12月25号，宜兰南澳泰雅族人共8位上山狩猎，当场被森林警察逮捕。12月30号，卑南族人进行大猎祭，9位猎人遭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理条例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地检署，祭典一度中断。其中一项原因是合法狩猎必须在1个月前申请，但旅外族人来不及申请，而丧失合法狩猎资格被警方逮捕。立委认为申请资格需要1个月时间审核不合理。这个办法呢，规定的太死板。原住民必须要在1个月前提出申请，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呢，林务局是不是能够修改这个法规，让这个法规呢，单行法规、行政命令能够近乎人情，合乎原基法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立法院国事论坛再次将狩猎问题浮上台面，原住民族狩猎遭取缔的事件不断上演，凸显狩猎管理办法缺失以及基层原警对原住民族狩猎权益的认知不足，才会造成类似事件不断在各部落发生。记者 Mulas 立法院采访报道。